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欢迎来到今天的数学系的 Colloquium Talk。 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中央研究院的謝銘倫研究员为我们带演讲。那謝博士其实是数论方面的台湾非常顶尖的专家，那我们很荣幸其实他愿意花时间到清华来给我们个 Talk。好，那我们掌声欢迎谢博士。不行，上次在这里演讲已经是七年以前这样子，所以很高兴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那今天首先不好意思，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那个，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其实是我去年就做完的东西。那是因为这是一个那个 colloquium style，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就是我找研究中比较容易给 colloquium talk 的东西来讲这样子。好，所以我今天的title 是 elliptic curves 跟 zeta functions， 所以我第一个先这个椭圆曲线的这个 elliptic curve 就是椭圆曲线的这个来源。就是这个 elliptic curve 的研究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它从一些这个数论上的问题出发。那它那这个问题呢叫做 conjecture number problem， 所以有些老师同学已经知道，那我就再回忆一下。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个整数定义，一个整数 n 是congruent number， 如果说这是整数，那如果说存在 a b c 是有理数，然后呢使得n 呢等于二分之一的 a b， 然后呢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c 平方。OK， 所以换句话说，一个 congruent number 就是一个正整数，然后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有理边长的直角三角形的面积。OK， 所以那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说，给定一个整数 n， 我们要如何知道n 呢？是不是一个 congruent number？那这个问题呢，结果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样。那所以，那这后它跟椭圆曲线有关系，所以我就是讲一下跟椭圆曲线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呢，做一个边数变换。这就是说，x 呢等于 c 平方除以。然后呢 ，y 等于 a 平方减 b 平方乘以 c 除以二。做这样的变数变换之后，你就会得到，这个就得到，y 平方会等于 x 乘 x 减 n 乘 x 加二。所以我从一个如果我有一个congruent number， 那么我就可以找到两个有理数满足这个方程式。这 x y 呢都是有理数。那这个方程式呢，这是一个椭圆曲线的特例。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回到椭圆曲线的定义，所以我现在给两个
AB 呢都是整数。对。那 delta 呢定义成4A 三方加27立方方，然后假设它不等于，然后我让 fx yz 呢是这个 yz 立方减 a 三方加 ax 加 axz 的平方加 bz 三方。还好，然后就要等它干，对不对？应该还好。然后等它干。你可以写上去，它会比较干，它只是会流下来而已。它没那么湿的时候写上去应该没。然后反正用。要干的这样稍微擦，应该就会好一点。我知道的。然后这样再写会好一点。对对，我都少抓一块干。没办法。好。OK。好，就这样。好，那这个是一个奇次三次方程式。那一呢在落在 P2 里面是这个zero locus， 这个 f。OK， 那这个一呢？就是所谓曲线定义。好，然后这是 over Q。好，那如果 L 呢？ L 是任意的这个 field extension of Q。那 EL 呢？ EL 呢就是定义成。A 零 A 一 A 二，它是落在 P 处，然后呢 ，F 的 A 零 A 一 A 二是的。在 L 平方 ，y 平方等于 x 三方加 a 加，然后呢，在 disjoint union 就是一个点零一 ，OK，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问的这个集合，我们要考虑的集合。那我们有个 fact， 就是说这个 EL。有一个这个自然的 abelian group 的 structure。而且呢，它的原点呢就是 O。OK， 所以它是这个 fact 是说这个 EL 呢，它这个集合啊，它其实它有个自然的加法的结构，那它是一个群。OK， 那它这个群，我们第一个就要问的是说，这个群是不是有限生成？你的 O 就是零一零。O 就是零一零，对。哦，我知道，我写到一半就要擦了，对不对？不然等他改。我帮你改好。哎，对对对。你这边到底啊？还是有那刮的。他有，在旁边有刮，你是不是应该有看？他如果没有很干会。颜色会很淡，不好看。刮水刀，它旁边有一块可以遮。这
它是反的并不太大，是可以用。没有啊，不，那个不好用，这为什么会有那个？当不受人喜欢，对吧？我明天又要在这边上课。真的？有什么换课地方？这好几万买，不可能这样就换。好，谢谢，不好意思。不会。好。我到主人国里面。好，那有一个定理，是字母六倍，它是说这个 L over Q 如果是 finite extension。对，则 EL 呢，它是一个翻来这里 generated arbitrary groups， 这是翻来这里。OK， 所以这是一个某对偶类定。那所以如果让你知道它是有限生成的话，我们就从那个fundamental theorem。这个 finite generated arbitrary groups， 我们就知道说 EL 呢，知道说 EL 是 isomorphic 到 Z 的一个 R 次方的 ring上一个 finite group。那这 R 呢是一个不变量，然后称作它的 rank， 所以这个 R 呢是就称作这个。Modulo V ring of E over L。 OK， 那我记号就把它记成是这个 ring。 它就是一个，它不是无穷大，因为 R 是，这不是无穷大，因为它是有限生成。这边我要给它的数就是，所以说把它叫做 algebraic ring。好，那什么？是说现在给一个 n 呢是正整数。那刚刚 e n 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说 y 平方等于 x 乘 x 减 n 乘加 n。那这是一个椭圆曲线，基本上也可以看出来是 x 三方减 n， 所以 b 是就是 a 就是负 n，b 就是，好，你可以检查它的，所以它那个 delta 就不会是，所以它是一个椭圆曲线。那一个 remark 就是说这个 n 呢是一个 congruent number。number， 那是 n 平方。好，对，谢谢。congruent number， 若且为若，它的 ring， 它的 algebraic ring 的 Q form 会是正。OK， 或者说若且为若，这个它的 cardinality 是无穷大。所以，如果你要判断，对于那个古老的 congruent number problem， 如果你要判断它是不是一个 n 是不是 congruent number， 就是看它对应的椭圆曲线的 model bay rank 是不是正的，或者说它的集合是不是无穷大。OK， 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很简单，只要看这个集合是不是无穷大就好。好，但是呢，一般来讲，这个。决定这个 EQ 呢，其实是很难。
OK，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N 呢，如果你取157的时候，那你可以证明说157的 Q 呢，它是 isomorphic， 它就等于。它就等于一个点 P 再加上 Z mod 2 Z， 然后这边会有个点是00嘛，然后呢还有 Z mod 2 Z， 还有一个点是157。OK， 这两个点呢都是突脱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 P 呢，它是 infinite order。OK， 那这个 P 呢？你要找到这个 P， 其实是非常困难。如果你把它 P 的坐标把它写下来 ，x0y0， 它属于 Q2， 然后满足 y0 平方等于 y 平方等于3方减157平方 x。那这个 x0 呢？如果你把它写下来，它是957哒哒哒哒哒到453。然后这个是277到121，然后这两个的位数大概都是20个 digit， 而且这已经是最简单，没有，已经是上下互斥。Y0 的话呢是834 940，然后这是146 08 digit， 然后这个呢是30加 digit。但是我没记错，上面有40个，下面三个39个，下面36个，39位数除以36位数。OK， 那这个呢，其实让电脑找呢都非常的困难，所以它其实是用就是数论的一些方法，还有代数几何方法，才能找到这个解。这个解很难找到，其实用电脑跑都很难找。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一般来讲要。解这个 ENQ 呢，你在里面要找到一个点有无穷，你要证明它是无穷，其实很困难。就是你要证明它，只要你能够，就是说一般来讲，你随便写下一个点在这个157里面，这个 torsion 是很好，这个 fine group 是很好找，所以意思说这个 order 是很容易决定。那你给一个点在里面，如果你能写下一个点在里面，你要证明它有是不是 infinite order， 你就只要检查它乘上这个 torsion point 的个数之后会不会是原点就好，对不对？所以只要你能够写下一个解，那就能够检查它是不是有 infinite order。但是呢，写下一个解这个事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讲。OK， 所以这是一个一般来讲解 ENQ 呢可以非常困难。OK，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数学家就希望能够有别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需要有一些解析的方法。那这时候呢，介绍这个解析的。好，那对于任何的质数，来问一下，你说这个 remark 啊？你说这个，这叫解说，哪一个人嘛？哦，这个是要证明的，它这个 non-trivial 的 argument， 但是这个可以证，那这叫证，或者写 fact。他大概会看什么？但是不会做它。证明是基础数论。因为刚刚已经写了，如果你有一个解，你刚刚已经写上，如果你有一个解，则你可以有非常 explicit 的 formula， 怎么样？从一个 complete number， 然后你给 A B C， 然后怎么去 cook out 这个 X Y 在里面？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些 X Y 它不会是它的那个它的解的 order 是 infinite， 它不会是 torsion。对，那然后就要用到说椭圆曲线它的 torsion 其实是很容易被解决，就是完全知道，我们有很多方法去算。对，所以但是就这个需要一些 argument， 但是它是 element 确定，不会太困难。那 R 在这个方法计算可以用 A 算出来。你说这个 R 吗？对。这个 R 算不出来。还有这个方法。这个 finite group 很简单。可以用 A 算出来。对，它可以用手就可以算，这个很好算，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算。
非常非常多方法可以算，但是这个 R 是很难决定。对，我这个非常快就算出来，这个非常快。对，翻在 Google 很简单，所以那个翻在 Order 很简单。难是难在那个 R 非常非常。事实上，这个有一个定理叫 Major 定理，是说翻在 Google 个数不会超过十列，所以它很小，它其实很小。好。那重点是那个 R 是非常难非常难那个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它是正的，你是不是零都很难决定。那所以呢，需要一些所以我们会想要用到一些解析方法。OK， 好，所以我现在定义对于每一个质数 L 不整除那个 delta 就是 A 三方加 CB B 零方。那我们定义 A L E 呢？它是定义成是一加 L 减掉这个椭圆曲线，然后你取在这个 Z mod L Z 里面的值，是这个 field， 翻在 field， 然后这是一个整数，好，我定一个整数，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 zeta 方程。这写成是 L 的 E Q S， 那它定义成是成infinite product， 那这个哈塞证明就是说这个 ALE 的这个个数的长度呢，它这个整数然后长度会小于等于两倍的根号 L， 是它证明。所以从这个呢就可以得到出这个 infinite product它会绝对收敛，在 real part s 呢大于二分之三。OK，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莫比方程在 real part s 大于二分之三的地方。那可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那所以有个定理。这个被这个外尔斯证，就是说这个函数其实是可以解析延拓到所有的这整个复数里面。对，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擦掉，再把它写下来。Wiles 证明他的费马大定理的 paper 里面，他证明说这个 function 它有解析延拓，到整个复数平面，复数。所以特别的，沃尔夫这个定理，这个定理会引发，就是引发费马大定理。那特别的，这个定理告诉我们说，这个函数呢，我们可以谈 s 等于一的行为，用解析延拓。所以我们可以定义，我们可以定义这个，S 等于一的 order vanish， 我们这个 zeta 方程。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整数，这个称作这把它叫做 analytic rank。包括这个 E over Q，
所谓曲线的底部。好，所以这个，所以就我们猜想，就是BSD 猜想，就是 Birch 和 Swinnerton-Dyer， 那就是说这个H gray ring 是等于这个 analytic ring。好，所以注意到的是这个 BSD 呢提出这个猜想的时候，大概1970年代。那在那个时候没有 Wilde， 所以他们提出猜想的时候其实很厉害，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很早，这个 model base 是这个是很早就知道。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有没有定义都不知道。所以 BSD 很厉害，是在那个年代，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底分的情况之下，他还能猜这个猜想。所以它是这个厉害的地方，然后，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是有些方法去逼近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有一些 numerical equation。所以这个是BSD 猜想。OK， 那 remark 是说，有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去知道这个 LEQ 一，所以意思是说，例如说，L 的一的刚刚那个157那个例子啊。over q， 带一进去之后会等于，那这个是就是说这个要用到这个functional equation，functional equation。我刚刚没有讲这个 zeta function 的functional equation， 但是就是说它有个functional equation 是 x 跟2减 s， 会有个functional equation， 然后它会差一个叫 root number 叫正负一，它对于157这个时候你容易算它的 root number 是负一，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在一的值，就是 central value 呢会是零。那如果相信 BSD 的话，如果你相信 BSD 的话，它就引发这个它的 rank 是正，那也就是说157是一个 congruent number， 是一个congruent number。好嘞，那所以如果你有 BSD 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去把那个解给找出来，那个很可怕的解。OK， 所以这个就是解析方法会给一些很困难的数论问题呢一个非常快速的解答。可是呢，那假设这个 BSD 在讲，这个就是那个2000年的 Clay Institute 提出的七大问题中的第七个，这样啊，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这个 norm result。所以，再开始。所以 norm result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定理，这个是从 close whiles 还有这个 whiles 打 p 的，还有 quadratic， 他们证明是说如果这个 analytic rank 是小于等于一的，则BSD 就成立。
那个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也是几乎也是唯一的结果，就是 unconditional result， 唯一的结果就是我们只有在 analytic rank 小于等于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BSD 成立。然后呢，它的反过来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 H grade rank， 你能不能对 BSD 说什么事情？那那个方向呢是非常难的，非常非常困难。那甚至到就是说，我们要加一些 extra 的这个 hypothesis， 才能够做反过来的问题的这个 the converse is much more difficult。那它需要加一些这个 consequence 是。就是就需要加一些这个利用一些 hypothesis 在 final 的时候需要，所以就是说这个不怪。final 时候这个 sharp group。Okay, 所以这个 sharp group 呢，它是 define。成这个 isomorphism classes， 还是 morphism classes， 就是一个 curve over Q 的 isomorphism classes。那什么样的 curve 呢？这个 C 呢是 genus 1， genus 1 curve over Q， 然后它 over 这个 Q bar 呢，不 isomorphic 到给定的这个 elliptic curve over Q bar。然后它的这个elliptic point 呢都不是空的，对所有的 L 是这个 plane Q， 包含无穷。那这是一个集合，那这个集合呢，它你可以用 in terms of 这个高尔夫模具，它是 kernel H1 Q。所以特别，所以这个叫做它有个 group， 它是一个它有个group structure。好，那有一个配个小儿预期的猜想，是说这个群呢。的个数呢是有限的 ，OK， 但是这个猜想，这个猜想的提出是因为它跟那个finals of 这个 class number 很像，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个猜想。那这个猜想呢是被证明，当analytic rank 小于等于一的时候，这个猜想是可以证明。所以其实Coast Wiles 还有国文长 T A Colgan 他们证明的其实是，如果这个 order of vanishing 小于等于一，则 B S D 成立，而且这个 SHA 呢是有限的，这是他们证明。那反过来很难。如果你要假设 SHA 是假设 SHA 的有限性的话，可以证明反过来。所以接下来我要讲就是这个反过来的叙述。所以这个定理，这个定理呢是丢出这个 Rubin 在 C 样的情形，还有这个 C 呢在 Non D 样的情形。它证明是说这个假设。这个下旋呢是有限的，则当这个小于一的时候，如果这个小于一，则
BSD 乘以。所以这个是要假设 sha 是finite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证明反过来。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些结果呢，都是只有在这个rank， 不管是 HV rank 或者 analytic rank， 都是小于等于一的时候才有这些结果。那事实上，我们目前为止，当 rank 大于一的时候，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任何 unconditional 的 result。OK， 事实上，没有任何 unconditional。所以 rank 大于一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我们束手无策，目前为止就束手。好，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rank 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其实他们用的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Heegner form。所以就是说这些result，就是说这些。这些结果呢，就是 relies on 这个 the existence of 这个 Heegner point。好，所以稍微快速回忆一下这个 Heegner point。那所以我现在固定一个 n 呢大于零，一个整数 n 大于零。那考虑这个 y 零 n 是这个 modular space modular curve over Q， 所以它 parameterize 它里面的 L points parameterize 那些elliptic curve together with 一个 n torsion point order n 的 torsion point， 所以这个 E over L 是一个 elliptic curve。然后呢 P 呢是它的 n torsion， 然后呢 ，O 的 P 呢是 n， 这是在 L point。OK， 所以这叫做modular curve。那这个是 well known， 是说存在一个它有一个 complex uniformization。从这个上半平面 h 抛在负数，然后呢，它的抛是大于上半平面打到这个 modular curve 的 c point， 这个 c point 会是一个 complex curve， 就是 over 负数是一维。那这个做法就是把抛上半平面送过去，就是这个 isomorphism class c 除掉这个 lattice。然后呢，还有 n 分之一 ，OK， 就这样。这是它的 complex uniformization。那我记作 PR。好，那这个不是 compact，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compact 反。所以 x 0 n 呢，是叫做这个它的 minima compactization。它就是把 y 0 n 呢再添加一些。有限多个点叫做 cusp， 把那些 cusp 呢加进去就可以 compactify。那 compactify 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proper smooth curve over Q。这叫 minimum， 它是 compactification。它其实是原来的 y 零 n 再加上cos， 这是有限多个点，这是一个 finite set， finite set 的 points。
然后呢，然后这 Wiles 证明就是说，这个 x 0呢，它是一个包括实木轴和这是一个包括实木，就是 projective over 这个 Q。那 Wiles 证明就是说，给一个 easy curve。其实 Wiles 还有很多人的工作加起来 ，Wiles 原来只有 semi-stable easy curve。给定一个 easy curve over Q 呢？存在一个 n 判一个 a surjective morphism 从 x 零 n 达到，这是一个 over Q， 然后这是 surjective。换句话说，这个 Wiles 证明，任何一个椭圆曲线 over Q， 它都可以被这个 module curve 来把它参数化，来用 uniformize 它。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个 map， 上半平面到 x 0 n c 到 e c， OK， 那这边呢，所以我现在给一个，我取一个 k 是一个这个虚二之余 imaginary quadratic field， 然后呢，discriminant k 呢是负 d 小于零 ，OK。那我可以考虑里面一个点叫超 k， 我就把它定义成根号负 d。好，然后呢，我经由这个 map 都到这里来，我得到一个点 qk， 它是一个椭圆曲线的这个里面的 compact point。OK， 那这个 a priori 它只是一个 compact point， 它没有任何的算术意义，因为这个是非常超越的，这个 uniformization。这个是非常超越的，那所以这没有任何代数性，所以这个 QK 呢，它只是一个 compact point。那神奇的是，这个Shimura证明说，这个 QK 它有代数性，它会活在 EH 里面，然后 H 呢是这个 Hilbert cascade。OK， 它是一个很 H 是一个很特别的 arbitration over K。有 finite ability，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finite ability 天选 over K， 叫 Hilbert cascade。这是寻母拉证。那所以如果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就可以取 trace， 所以呢PK 呢就是 Heegner point 定义成这个所有的导线数的高高分分，然后作用在这个 QK 上，然后把它加起来，那就得到一个点会落在。BK， 这叫黑根的缝。好，那这是我们的黑根的缝。那国子达基耶呢，跟科罗巴金就是证明说，哇，糟糕。那就是，所以这个叫做黑根的缝，这个叫做黑根的缝。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个，这边是 order of vanish e q 的 s， 这个是等于一，然后呢，这个是p k， 那这边是 quadratic g z。他们证明说，如果这个analytic rank 是一的话，则你可以找得到 P K 不等于零，否三 K。而且这个 P K 呢是 infinite order。
OK， 这个是 quadratic 验证，就是弱且为弱。啊 ，PK 不等于零，在这里面，在 EK 跟着 Q 了 ，cos K。然后呢 ，quadratic 证明就是说，如果这个 PK 不等于零，则它的 H square rank 是一。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证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就是这个 Heegner point， 可以找到一个 K， 这个 K 是 auxiliary， 这就是 auxiliary point。OK， 那这是Quadratic 跟 Quadratic 的工作就是这个。然后 remark 是说，这个 Quadratic 呢，他们还证明说这个 PK 永远都是零。如果这个 rank， 如果这个 analytic rank 是大于一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 elliptic curve 的 rank 若是等于二，或大于一的话，就没有 Heegner point。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任何方法去做这个事情，而是。对所这个是 PK 等于零，是对所有的 K 的，对所有的虚二是零，你都是零，所以你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换 K， 换到不同的 K 让 PK 不等于，但是国展 K 已经告诉不可能，对任何的 K， 你要你的 rank， analytic rank 大一就没有 Heegner point， 全都是零，所以什么都没有，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OK，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 picture。那一直以来，大家就很想要去找出说，如果我的 rank 是，我的 rank 如果是二的时候，我能不能有 Heegner point 的替代 ？OK， 那目前为止是还没找到。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来讲，就是说，最近我们去年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找到一个可能的代替，然后呢，我们有给一些这个 evidence， 但是。这是我们的就是人物，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结果。你前面有一个具体的 contour number n 它对应的这个 border 或者是 rank 是沿着大于一。具体的一啊，一个 n， 一个 e 吗？一个 contour number， 一个 contour number 具体沿着大于一的我相信有，但是我现在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我现在找不到，还没想到。我知道排下数一定有，就是基本上你要有现在有个定理，就是说百分之已经证出来，就是说百分之八十几的椭圆曲线，它的 rank 不是零就是一，也就是说你要 rank 大于一的其实不多，它猜想是百分之八。也就是说，那些 rank 不等于不是零跟一的只有 major zero 这样，但是还是无穷多个。OK， 那所以那个例子不会太多，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就是我要去找一下。对，就是 conjecture number 它的 rank 会大于严格大于一。对，应该不会太应该一定有了，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我要找一下。只要它对应到椭圆曲线的 sin 是正一就可以，它就不可能。好，所以今天目标就是我们就要 propose 一个 possible candidate for 这个 PK 当。当这个 elliptic curve 呢有 rank 是二的时候，重点是二的时候，我要 propose 一个东西。好，那这个它的构造呢非常的复杂，所以
不好先跟各位讲一下写意的构造这样子，它构造非常复杂，就是用到 diagonal cycle path。好，这个做法是这样，就是说 x 是我取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modulo 这个 for q， 那它就是刚刚讲的是 y， 然后 x 是那个 y modulo space 的 competitor 版。Computer by 之后的 curve， 那 X 自己本身不是 modular space， 可是它上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universal gun， 这个上面有一个universal gun， 这叫做这个 generalized 的一个 curve。 那一个 curve 是 over X， 所以 fiber 都是fiber 都是椭圆曲线，就是有个 Y 在这里，然后一限制到 y 上，这个就是 elliptic over y。可是，在那个 cusp 的 fiber 呢，它只是一些 p1 的连起这样。那 anyway 完成在一个 universal family over 这个 x， 叫 generalized elliptic。那然后这上面呢 ，x 上面除了这个一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w， 可以对任何的 k， 所以正。是整数 k， 还有一个 wk 叫做 这个Kugasalo variety。of dimension， 可以简单。那它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它是 D singularization， 有一种 canonical 的 singularization。我这个 final product 我是协议。就是说这些一会就是这些 final product 它有些 singularity， 然后在 singularity 上由于德令发现了一种 canonical 的 flaw， 可以把它的 singularity 都解掉，然后那个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叫做 vk， 那它是一个 quadratic variety， power 字母，然后这个dimension 是 k 乘以 ，OK。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考虑两种的 square cycle， 一个是很简单，这个叫做 pi， 一个呢是 pi w w w。然后这个是把它想的是在 x 乘上 w 乘上 w。然后还有个 delta 2是这个是 cusp infinity cusp， 然后是 w w， 那这两个都是 cycle 在里面，然后是 codimension k 的 cycle， 所以我就可以考虑这个 delta 2 kk， 就定义成这个 class 减掉这个 class 在它的超部分。那它可以乘上一些是很 elementary 的这个 projector， 让它变成是这个 homological tree， 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构造。在这里上课真是厉害，好累。然后等水干，不简单，要训练。OK， 好，那这个就是说它是在这个窗户里面，然后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 project， 存在一个适当的。而且是很非常 elementary 的 projector， 那使得说这个 E 呢作用在这个上面去，
作用在这个 cycle 上，它会是 homological retrieval。OK，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apply 这个。我们就可以 apply 这个叫所谓的这个阿标转扣 map， 这个 periodic 阿标转扣 map， 打到它的 A 到 4 range。叫 periodic 阿标角构型，打到 H1 的 Q， 然后这个是 H1 的 zeta， module curve over QP tensor HK 减 EWK over Q8 zeta。我那个 QP 就省啊，我就不是把 QP 省掉。Q H1 X bar tensor H K 减一 W bar tensor H K 减一的 W bar， 然后这里的 H 这个的 X bar 呢，它是定义成这个 eta homology X， 然后你 over the H square equals closure， 然后取 Q B closure。OK， 所以它打到这个的 galactic homology。就是这个打到这里，不好意思。然后这个叫做有一个 PID 阿比尔角度 B 面打到这里。好，所以现在呢，现在是说给一个 pair GK HK 是为的 K of the这个 hack eigen form， 那这个德令告诉我们说，德令呢，它 construct 这个 Galois representation， 就是 attach to 这些GK 跟 HK， 然后呢？我把它记成 V G K V H K， 那他们是二维的那个 Galois group 的表现。那这些也是 Galois group 的，这些也是 Galois representation。那德令的构造里面，它其实是把 V G K 跟 V H K 呢 realize 成它的 quotient， 所以事实上是有一个 quotient， 我记成 V G K， 它是从这个 K 减一的方法达到。然后这是 suggestion，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quotient。 然后另一方面Wiles 的定理告诉我们说这个 ED curve 呢，它可以 uniformize by 这个module curve， 所以 ED curve 的 tate module 也会有一个，也会有什么，是从 H1 的 X bar 打到 ED curve 的 PID， 这是它的 PID tate module。然后这个，然后这是 Galois equivariance 的 map，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再 apply 这三个，我就得到一个 class， 我就得到这个，我把这个先 apply E tensor E GK tensor E 的 HK， 然后 apply 压力的 upper 小数点二 K， 那这是对 K 大于2的时候，我们都会定一个 map。
那就得到了一个元素在 H1 Q V T E Tensor V G K Tensor V H K， 就知道是这样。好，然后这个 class 呢，这个 class 呢，把它叫做Kappa。Kappa 的GKHK 一，好，所以这个 class 呢是活在这个 Galois logic 里面的。那可以证明是说，如果这个 elliptic， 如果这个好，所以我知道一个 class 证明。好，然后现在特别的，我要把这个东西连到椭圆曲线的那个什么什么模特对，所以特别的假设。一个 curve 的 central value 是，还有呢，我假设它的 sharp 是有限的 ，Q。OK， 我现在假设 sharp 是有限的，那我现在选 K 一个虚而自愈的 imaginary quadratic field， 然后呢，还要选一个 chi 是 ring class curve。好，那我就可以考虑那个 theta 是一个值，为了 one 的。attest 这些东西。我尽量在剩下这一半时间讲。开始 over K， 开始那个开始 ring class curve 在 K 上，对，G K， ring class curve G K， 那你可以定义这个，我们就有这个 theta series。attach to 开跟开 inverse， 然后他们都是 weight one， 他们都是 weight one。那这个 fact 是说存在一个periodic family G K 跟 F 跟那个 H K 是periodic family， in some sense 就是 periodic family 有 S I 跟 form。take i 跟 forms， 使得说这个 periodic family 呢是index 这个 variable 是这个 k 啊， k 是 weight， 然后 periodic family 就是要让 k 给是 periodic number， 使得说它 interpolate 的这个 take i 跟 forms 所谓的 k， 当 k 是这个整数，可以打这可以打原因，那使得说它在 weight one 的时候呢就是 theta k， 然后呢它在H 的 weight one 的时候是 theta k inverse， 所以对于这个 periodic family 呢，我们可以考虑那个刚刚定义的那个 kappa 的 G K H K。好，然后这边神奇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是 periodic family， 所以这 K 是 periodic variable， 所以我们在这边本来这个定义是只有在 K 大于二的时候才要定义，那现在呢，我就要选一个极限，让 K 趋近于一。让 k 趋近于，那这个定义等叫做 k， 哦，代值在 one， 那这个极限呢，它就会活在 h1 的 q， 然后还有这个g1 跟 h1 所对应的这个 representation， 它们是就是这个 induced representation。好，然后现在。好玩的是说，这个 representation 是二维、二维、二维，所以偏折起来是八维。这个 representation 它可以分解，它可以分解成 elliptic 的 cohomology， 还有 elliptic 的这个它的 quadratic twist by k 的 cohomology， 然后还有一个是 H1 的这个 Q 的VP。然后呢，先得这个 induced relation KQ 的开平方。好，那现在呢，
关键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 case。所以这还不够好，所以关键是说我们这个 key 是这个 key 是说可以找到一个 k 还有一个 chi， 使得说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说Kappa E1 呢是掉在 这三个 cohomological group 的 product， 然后那在我们的 hypothesis 之下，就是对不起，我这个先把它包起来，然后 under 我们的 hypothesis， 这个 Kappa E1 呢它会掉在这三个 cohomological group。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折磨骨，这个折磨骨，这个 VP， 然后偏折 ，AQ 开骨 ，OK， 好，那 under 我们还不知道它会掉在它里面的上骨，然后而且这一块。这一块就是我们要的，它会 isomorphic 到 EQ tensor QP， 因为我们假设需要是 finite， 这是我们要的。那 T 就是说存在一个虚二之域，还有存在其实有无穷多个虚二之域，还有这个ring class character， 使得说这两块都是 trivial， 这两个 stone group 都是，还有这一块，这一块看起来很恐怖的，很大。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无穷多个开，让这个东西都是零。换句话说，你的 Kappa E 就落在这边，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对于这样的 K 这样的开，它会落在 EQ tensor QP， P 是某个 prime number， OK， 所以那我们的定理就是说，定理就是说，这个 Kappa E 1不等于零，若且为弱，这个 rank 是2。OK， 这是我们的定理。那所以这个定理呢，它可以想成是刚刚那个我刚刚讲的 Heegner point 里面。那个 quadratic 那个部分的 analog 在 rank 是2的时候 ，OK，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 quadratic 的 analog， 然后而且这里有个缺点就是说，这个定理呢要假设 sharp 是有限，那假设那个 sharp 是 finite， 然后还要那还有一个缺点跟 Heegner point 不一样 ，Heegner point 的话，刚刚我有 sketch 它的构造。Heegner point 的构造出来的点呢，是真正的一个点在椭圆曲线里面。可是呢，这个 Kappa E 呢，它其实是活在，你假设需要是 finite， 它是活在 EQ tensor QP， 它不是活在，它不是这个是 QP 哦，不是 Q 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它是 periodic limit of some arbitrary point， 可以这样写。OK， 所以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H waypoint， 那是最后写下一个 remark， 就是说，事实上，如果这个 rank， 如果这个 rank 呢是2，然后呢，你把 EQ 呢写成 ZP 加 ZQ， 两个点写下来，则这个 Kappa E 它所生成的 QP line 其实是这个 QP line generated by P tensor 这个 periodic logarithm Q 减掉 Q tensor periodic logarithm P， 所以这些都是 periodic number，
他们不会是一般人不会是有理数。OK，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它生成那个线其实是非常的 periodic， 所以它跟那个 Heegner Hoyt 是非常 algebraic， 是完全不一样的。OK， 所以而且它依赖于那个 p 的选择，那个质数的选择。那可是你右边是一个没有 p 的结论。OK， 所以这是我们定理里面的比较，就是我们这定理里面它有弱点，它弱点是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 connection to L value 呢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非常难，目前为止应该是就是很难，想很久，对，做不出来，对，这个是。然后在大概是两年前，我们是先发现其中一边嘛，然后去年才知道其实可以证弱解文，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个弱解文，所以它就完全是 analog of 那个 Heegner point 的在。rank 二，对，那再接下来就是说 ，Heegner point 其实它还满足一些，就是我们叫做 order system 的特性。那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说，了解这个 diagonal cycle class 它的 order system 特性。那如果有的话，如果能够证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掉那个 shard 的那个这个假设，那就很好。可是这个是这个 future work， 还在。那证明这个会用到，就是那个 periodic height theory， 还有这个 quadratic periodic function。那因为时间问题，没办法再讲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不好意思，拖时间。好，各位老师或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提到那个 p， 就是因为你左边的是跟 p 有关的，对，右边那个 rank 其实跟 p 无关，对啊。所以你这边是随便拿一个 p， 对，其实 p 要 ordinary 忘记讲、哦、，p 要 ordinary for 这个 e 啦，一个 ordinary， 对。说不定有还在做，但是应该会对，应该没问题。所以就是你期望说，对，所有的 p 都有，对，只要有 full reduction， 其实是所有的 p 啦，除了 additive reduction。然后还有一个不一定 make sense 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考虑的是 merge curve 的，对啊，那如果换的话，取到 curve 的状况，换取到 curve 应该有类似的结果，一样结果，对，一模一样结果。只是说你那个 diagonal cycle。打一个 cycle 就要换成是，我们本来打一个 cycle 有个地方是用 cast， 对，你把它换成 hash 就好。hash 就是那个叫什么？那是 canonical model， canonical class 就可以了，因为那个就是它替代品。好，你就是要找一个 class， 它的 tag 作用在上面是一加 a。 那假如先从你的 integer 出发，你跳你的 curve， 对，那上是非常难的问题。任给一个 integer， 我们目前为止只知道。rank 是小于一的 shard 是有限，如果你的 rank 大于一的，没有任何一个例子知道是不是有限。所以你也不能用这个结果来考。不行。对，不行，因为我连那个 shard 是有限都不知道，所以这个 shard 是很想把它移除，但是它需要就是 Kolobovic 证明 final 的时候需要用这个 order system 的 argument， 所以必须要证明我们这个 class 它满足那些 order system 的公设。原来的 Heegner point 是满足那公式，所以你必须检查它满足那公式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还在研究中。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你假如有一个 L， 你造一个 integer， 它的套已经固定，它的套，它的 module， 对，module。所以你为什么要考虑一个 family？ 你说 periodic family 吗？就刚刚那个 GK， 对，它都固定，可是问题是。我们找不到那个 Heegner point， 然后那个点找不到，那个点是原来的点是用那个 conjecture uniformization 去做构造的嘛，然后那个 quadratic 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 rank 是大于一的话，那个点永远是零，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构造，然后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那种构造，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构造那个同一矩阵上的点的方法，完全不知道。那
所以这边是构造出是利用那个 periodic limit 的技巧去构造出来，所以它其实是 periodic limit of 一些 h waveform in some sense， 对，所以它并不是 periodic， 因为所以它并不是 h waveform， 因为你看这个是 h waveform， 这是 h waveform， 可是呢这个会有系数，那系数在 q b， 它不是整数，它也不是有理数，它也不是代数数，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有点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但是重点是它 work， 它可以给这个任何，就是跟 Heegner 共鸣。有没有别的问题？好好，如果没有，让我们再次谢谢博士，谢谢。